所以高原气候呢和低温呢，也是给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带来了一些，这个房屋呢已经倒塌，救援人员呢现在正在进行生命的探测，并进行。我身后的这栋砖楼呢就被淤泥掩盖了一半，那有村民被困，但是因为现支援人员也正在全力搜救被困人员。地震发生的时候，淤泥突然涌入了。